我们现在急需一位能够帮助后厨的帮手，因为我们人手实在不够了。所以你就想到了我了，然后就准备让我来帮个忙，打个工，打个工。哎，怎么能说打工呢？你也是我们团员的一份子啊，是工资，有工资的，1800欧元。然后我们在一个非常 beautiful、非常美丽的小镇上。你确定是度假那么 happy？ 当然会有一丝丝的疲倦，跟一丝丝的就是疲惫的感觉。但是这种累，它并不是那种累，就是我们的快乐占据了大部分，这累只是 just so so， 你懂吗？知道了，我们是非常有爱的大家庭。Okay.小明哥一点都不凶，非常的 nice， 所有人都非常的 nice。我们不是人手不够，是很多人抢着来。对对对，我们现在选中的是他，我们选中的是你，懂吗？很多人抢着来都不让来，不对吧？我跟你说，排着队的想来都来不了，就选中了你。OK， 跟他说，如果他不赶紧来，我就换人了啊。你给你要给你10分钟啊，你要不来的话，我们店长说就要换人了。你这撒谎的不带打课本的吗？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我们在意大利，你有没有意大利的签证？如果有的话，你能不能今晚就飞过来？等等等等，可以吗？你们在哪？在意大利。我们在意大利，你有意大利的签证吗？请问？欧盟就可以。意大利的签证，意大利的签证，我好像有。你说说，你说。哎，我好像真有，我好像真有。你就是老天选中的，我跟你说，一打电话，你那意大利签证都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今晚能不能订到机票？好，你等，我现在就去看机票，好吧？对，那你你快去看机票好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拜拜。拜拜。好。哇，朋友们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这位王鹤棣同学他非常开心了，因为他说他会做菜，然后我们现在缺什么都告诉我，我统一现在发给他，让他全背过来。不，什么意思啊？就可以找，可以找人了吗？可以了，但他现在要去看他的签证跟机票。我们的那个组织同意了，就是组织给我颁下的任务，让我去联系的。好好好，你先问看签证吧，签证这个东西比较重要。等他的信儿喽。